咱们来早了，美术馆还没有开门呢。来早了，咦，来晚了，好，今天我一定要参观一个上午。你真喜欢中国画。是啊，我非常喜欢齐悲鸿画的马。我跟你一样，也很喜欢中国画，从我10岁开始。妈妈就叫我画中国画，你说说，我中国画画了多少年了？已经画了11年了，我真不知道您还是一位老画家。不敢当，我爸爸跟我妈妈一样喜欢中国画，可是他自己不会画，我爸爸也有很多爱好。他喜欢唱中国京剧，现在他在家还常常唱京剧。他唱得怎么样？他唱京剧跟我画中国画一样，马马虎虎。我想买一幅中国画，大画家画的，一定很贵，是不是？许悲鸿画的马当然贵极了。我认识一位老画家，他画的马不贵。这位老画家是谁？设定立波啊，我可以把我画好的马送你。